感，靠你的！你唱一次来，不要，来，你就不要给我念到靠，只能靠我的语感这样子吗？Captain， 要大家。等一下啦 ，Captain， 对于没有心眼有点尴尬、啊，我还是换个武器好了。哎呀，有没有带长枪？突然想到好像捅不进去。捅不进去。没枪口。对，捅不进去。没枪口还捅不进去。没心眼还想捅人呢、啊？有轻武器吗？有江江吗？嘿、hey ，好，石头就靠你了，靠，靠，好靠，哦，咪咪嘞，其实很在这里，是需要很多团票狙的，我想把那个吊饰全部做完，有点强迫症，暗暗的在那边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哇、wow, 哎呀嗨嗨我们一起挖吧我的我的你是不是瞧不起爪痕啊？是，我是瞧不起他，不是李三。好、哦。好了。我先来吧。好，强，请。怎么不是你的头？怎么不是你的头？怎么不是你的头？头头。有了啊！我啊！别拔！哦，不行，这里嘞。这应该是可以的。啊！划过去了。完美的。This 跟我预想的很像，没事，不要紧张。看得出来，很像，很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、欸。对，你也是这么想的。对对。哎呀！对啊，对啊，水辣，好玩出。哦，差一点点。我靠！一瞬间把自己当重物了。厉
害。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说可以玩八刀锤了。我觉得第三下比较好敲的。对啊，前两下好难中啊。不会啊，你贴不够近啊。不是、啊、他跑，他有时候会往后小跑一下，然后第三下敲下去，他刚好会中，对不对？然后前两下就会空。真是试过你就知道。气看卖你就知。Oh my god！ 心情差了就出来见。哇！怎么那么骚？哎，我中这边直接大招啊！我在骚。也可以做。不知道我在抓他。啊，有了，还是有钱。我怎么吹的不一样？好好好，我来。那就叫请江江现在削一颗吗？不然你要削吗？我看到地上有哎、欸，他胯下刚掉一颗，不会不会掉的。哇哦！牺牲です。好。I'm shaking. Shaking, mama shaking. 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冥冥中的起点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然后。记忆中。你发青的脸，罗斯的脸啊！你发青的脸，哦，发青是不是？去捡可安全，不然等下不能撞。我也捡了。哎呀！我差一点点。我发现音色会不一样欸，吹出来的音声音，我等一下吹一次给你听。你说贴皮吗？还是每次吹出来？每次。是啊。
你应该记得我每次吹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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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吧？嗯。好，等下吹一个你没听过的给你听，而且 buff 是一样的。那你去吹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给我听吗？啊，那先要等你吗 ？Here we go。这样子，哦，不一样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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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回去了，嗯，这个就变回来了，啊，为什么会不一样？那个它不是有三个可以让你选吗？我们平时不是从上往下吹，嗯，我现在是从下第三个开始吹，从下面吹回来，嗯。哦，难怪你那时候跟我说为什么我的笛子音色不一样，明明没有，你的音色是真的很难听。哦，你那个是贴皮音色，跟那个无关。啊，就那个嘛，怪物的，你知道笛子跟唢呐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啊。对啊。不是啊，啊，那个皮会影响那个，我知道啊，那个声音吹出来的、啊，不是那个音囊，就是那个声音。太小了。没人讲这个，你自己讲的。不是江江一脸想歪，我很懂他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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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应该没有吧。Maybe 99.99%有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想，哎、欸，我脑中是声音的音没错啦。是吗？是啦。出来的。嗯。哇，我不信。我只觉得那个词、那个词很 familiar 而已啊。怎么不是说音带啊？只剩一次哦。没了，没了。然后两次就没了。好烂哦！你怎么那么烂啊？任性、欸。就你最烂。别吵了，大家一样烂。好，大家一起烂。啊！哦，不要远，好爽。迷你啊。狗毛，你怎么没在讲话？我想说我可以跟你同步哎、欸。我又没想讲，我忍住了。我想说你就是要讲，我才学狗毛。狗毛。哎呦，我的猫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风呀。所以他跟你讲，左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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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哎，三角形三角形啊！又要谁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过得很好。那，你呀、啊，狗毛，哎，是，对对，没有，没石头了，我没石头了，我有啊，那你要帮我们削两颗石头下来，谢谢你，现在吗？对啊，我们两个没石头了，我是剩还是？不会啊，生气还不生气啊？哈？所以锤子到底是哪一招会让人家？那个啊，我刚刚也被你打掉欸。对啊，所以我说很常被你撞。所以是哪一招啊？你的那个转下来的那一圈会啊，就是。你说钩爪派生的吗？对啊，那个很容易被你撞飞啊。哈。好。非常容易，极为容易，超级容易。好，我会了，谢谢你。也不是想跟你吵，就是真的很容易。不是。啊。我会了，我以后就用那个来撞你。靠你啊！我很好奇嘛，就尽量避开而已啊。我也是很尽量避开啊。只是你那个车子明明就是自己兴趣使然。是啊，那个路线就是那么固定。哼，你要讲啊，那水平线，你跟我，你在。我跟魔物，哎、欸，我在你，怎么讲？魔物在你跟我之间，我要怎么避免？我们的戏，那好好，以后我就那个转向，你就问我说你在干嘛？我在让车啊，让救护车过啊。不错不错，可以。我没有后照镜，那救护车那个鸣笛坏掉，要去
报修啊。可兰石，干得好！我来啦！哎，我换换第二个音色好了。音色也好好笑。哒哒哒哒。真的不想追。我真的不想追。可以撞了。可以吗，大锤？可以，大锤擒住他了。好了，那来了。大锤撞他了。有，感受到了。大锤在捡可兰石，大锤回来了，大锤蓄力了，大锤三段了，大锤旋转了，各位注意。你怎么用旋转的啦？旋转超弱哎、欸！屁，然后你叫我打的。啊，是你打的吗？哎，什么事？不要计较这么多，哎不会死，哎，真的是，哎、欸，15秒哎、欸，我15分钟哎、欸，快多了。我们刚刚在干嘛？我们刚刚在不屈啊，所以比较久嘛。没有，我们刚刚在练武器哟、哦，让我知道大剑的好玩哦。就是，就跟你说推荐刘展龙。白痴才拿灭金，哎，我操！猫之翼，你有在看台吗？我操！哎、欸，不对哦，猫之翼换武器喽。我也是拿灭金龙，哎、欸，灭金龙就不会痛哦，我跟你讲。我干嘞，我不想摸到，谢谢。不会哈、啊，你只要带那个什么？吃三角，吃金蛋糕。我吃。我大剑一定是吃魔刀术啊，然后就自己有配魔刀，很快。不然你就带那个嘛，刺身鱼，哎、欸，那个坚硬甲壳鱼鳞片嘛。不用拿，你带回家玉进帐篷就出来就好了。哎呦，哎立马就跳、哎，我很跳吗？看什么？哇，天灵！两张票据。那我去贴皮看看有什么音色好了，不行不好听我再贴回来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往下讲，反正会还你东西。感谢爹爹100块，爹爹晚安。好，爹爹的话特别一点，我去私讯你，爹爹晚安。什么私？私私私。晚安。我们林恩，完了。我那时候把武器选择要克制强化的东西登录进去，可是我现在忘记我是要克制。感谢捷运，这是放屁的意思吗？感谢捷运的100个星星。哎呦喂啊！可贴皮哦，看一下哦。正品是我最爱吃的。克制强化，体质要贴什么、啊？体质你可以贴属性或洞啊。我是把洞差升到4个洞。我是贴耶，我
我是一个吸血，一个彗星，然后全部升属性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哦？我是说铁皮儿。零件强化啊。铁皮就是全部升属性啊。看你啊，我是那四个洞，我是要那个拿来插古迪二。他说铁皮啊，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？哦，对不起。啊、嗯？我是贴什么？哦，属性强化，对不起，属性强化，对不起，我道歉了。江江大大，我对不起，感受到我的道歉的诚意了吗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完全没贴皮耶、欸。所以你，所以你前面讲的是，所以我等一下的音色会不会很难听啊？所以他刚骗你。怎么骗我？怎么了、啊？我香煎草有第一个是问号啊，没打过的东西。完了，我最后一个也是碎龙，可以不要吗？我也没有。他最后一个一定是升到碎龙啊？那我不要，我要这个哦，这个好漂亮。反正最后一个你没差啊，最后一个是升攻击力，你有不用？嗯，哎呀，好，我来了，参加任务。哎呦，秀秀在打麒麟哎、欸，他在帮麒麟秀秀。我要死掉了，他怎么难打？他下位的麒麟你打不过，你哎，我跟你讲，秀秀，你穿回你原本那套装备去打他。你穿你原本防卫者的装备去打他，你就觉得好打了。好，我回去。被虐。下位的麒麟哎、欸，你就知道你都在温室之中长大的了吧？我感受到我在温室长大了。臭臭你！直接从通风了、啊，从大木博士那边拿来的臭臭你。江江好夸张哦，还叫你去通风。嗯，我是说有通风啦。什么有通风？什么东西？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我怎么有通风？我是说温室有通风啦，所以不会臭啦。哦、不是啦，他的绰号叫臭臭。你看他很开心，你一定要讲话哦。不是。我只是突然觉得他很认真的在跟你讲这件事情，有点可爱。欸、他还笑你，他还笑你。你要不要在我这边啦、啊？你说他臭，快点。我有点生气。你看，你叫他臭臭，这就对了。哇！哦，我最香了。而且你拿双刀打麒麟版就比较难打、啊。一直变没变过，而且它变硬的话，你真靠它的头，不然会是弹刀。你要插心眼珠，你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。那是什么 ？The Boost。那是一个两极洞红色的珠子，让你打魔物不会端端端，也会锵锵锵的，啪啪啪，就像人家打你一样，臭臭你，软软的。怎么会？不会硬的。胸部也有可能。有机会遇到强强强的哦！哇，秀秀应该没有啦。我从跟他摆过摊目测，应该是不会强强强啦。目测，我没揉过，我怎么知道？有从中间就看得出来啊。他应该没有那么不保守。爽成这样干嘛？你是康康康的哦？不是，我只是想到康康康的形容词，还是觉得很好笑。好想康康康，好怕这笛子不好听哦，我好紧张哦。虽然这个颜色好看，等一下左边你脸长这样哦、喔，我现在注意到你的脸呢、欸，专心吹你的笛子，我听不到，他变成虫在叫吗？
虫在叫吗？它是鼓声啊。哦。咚咚咚咚咚。我只这样，嗯，咚咚咚，没听到。走吧。你们先打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回个信息。干，那我可以去尿尿吗？刚刚去洗澡。靠尿，我尿尿不会很快。来，我尿在你身上。我跟你讲，你尿完就应该也洗好了，很快。好了，走了啦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太快了吧。OK， 我软我软。下面一位，哦，不用了。哦，好，还是要啊，还是可以一次吧。不知道这个倒了之后会不会，哦，睡着。睡着，可以了吧？下面一位，可以。好。哇，还是这个老位置，那就剩解操喽。啊，去哪有？我说如果要撞的话，就只能靠你喽。啊，有点怀念原本的声音哎，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啦哒，哒啦啦哒，啊。哦 ，TT 起来了 ，TT 动了 ，TT 来啦 ！TT 现在只有你跟节操有石头喽。他们两个不是有人可以铲石头吗？啊，他有人不铲啊。哦，没事啊，现在不用铲了，现在不用铲，我们还有就不用。哎、欸，总会有意外八针吧？意外打。你看，就、哦、比如像现在。一个很好的呛死在喝水。哦，这个风压。呵呵呵呵呵呵。哇，你还好吗 ？TT， 你还好吗？会痛吗 ？TT， 不要起来 ，TT。TT 哟，干嘛啦？叫一下嘛！看你都不讲话，想说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嘛？我在专心看有没有他有没有回我讯息。哦。哦。哎。哦。啊，可以勾，可以勾，没有勾到，勾不到。电哦。你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我不讲了。不是。你原本会有个你世界如果有个主那个等级的话，你有一个任务是要打力战的他。当时我跟哈纪允月他们猫了很多次才过。当时啦。那现在猫一次就可以过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就一直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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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开台打，哎，打了二，打了二十几，打了很多次，才过。过了吗？不要骗我。力竭。好。麒麟力竭倒下。可以。是，我、哦、有石头了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、啊、可怜的石头啊！好，小心啊，来，快点，我控他了。好，我来，我来了。是要生气啊？生气了，意外发生了。哇，连车生气啊！一人一车啊啊啊啊！好爽哦，还解锁成就。史诗成就，一次甩五名猎人。
无名是不是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好，我看到了，毒没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啊，免疫没了，连我爸爸都没有让我中毒过。好，你们30秒没有补丝，转啊！白痴哦、喔，吹错了啦！又有25秒没补丝了。好，好远。TT， 你撑住，我快好了。TT， 我来帮你，我先帮你解毒。TT， 你还听得到我讲话吗 ？TT，TT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等一下好了，我等一下再吹。假是来克 TT。Oh my TT。Oh my god！ 好适合哦。Oh my TT！ 他可以抓了 TT。好，孵化准备。所以我才想说，等一下再吹。啊，我还不给我复活。啊死！回去布置灯了。捡石头，还有一颗在哪里？我记得这边不是有蜂蜜吗？在前面独家。哦，我捡一下药草。这种坎坷地形，怎么会有蜂蜜生存？有了。那些蜂蜜也是，那些蜜蜂也是蛮大胆的。没有花。他有大胆的想法。是有花啦，不过那个花好。花好。啊，我躲在前面住家去尿尿。花可能里面有大麻吧。哇。那等一下我吹出帮你们喝，你们有看到幻觉。大麻可能也是放在屁股。来flower 啊。啊、所以你朋友能打猿飞了没啦？还没。昨天有没有要去展现给他看我秒杀猿飞的样子？结果不能打。有这种事情？他们要打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过50。当时1个39，2个49。交换一下道具。嗨，怎么有一个怪人在那边？对，哦，等我一下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猫一直叫了，没水。看来我尿得比萤火龙快啊！它下来了。宝物资讯。什么保护资讯？啊，我跑去跟他讲交换东西。好，快过来哦，快过来哦！我上来了。TT， 没事，他要中毒啦！我想说他怎么没有在床上，然后坐在他的餐碗前面，原来是没水了。哎，左边，你是不是走错方向？左边。没有，我刚捡了，我捡了一个足迹。哦，好了，好，我要准备了。好了，我要吹了。吹。撞了。请各路伙伴。嗯，是帮你软头吗？是的，谢谢各位大德。多大？大德他头好硬，头铁。我没有石头的。TT 有想法？
TT， 我帮你吃红色的香菇。啊！我被他抓住了 ，TT。哎、欸，我下来了 ，TT。你帮我抓住他了，谢谢你。我再帮你吃一个蓝色香菇，综合一下。哎呀！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你打过了。终于。你是换原本的装备吗？对，对啊，因为你那套真的，就说你那套，你如果世界打不过，你就穿原本的装备。好，主要是你那套有那个啦，回血跟体力，还有抢走。这个打起来好爽。不过，对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你那个适不适用于冰原呢，因为我没用那个打过。那些我之后可以试试看。好破血流。哦，还可以再做。欸、我看石头了，借桃来啊！哎、欸，是看无你青年哦、喔，差不多吧。啊，生 tree。哦，山开，哦，它是开，难怪。近距离面对对。所以这叫什么颜色啊？给你颜色瞧瞧。好夸张哦！我怎么讲出这种话、啊？你已经不想讲话了，天哪、啊，好夸张哦！啊，集成 HDD， 已经失去了语言功能。他失去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你。看教主太多人了，你问啊，你问，你问。下来了，多乖！我来这个一体成型的倒地，一气呵成，说错了。看，我也不要讲话的。是不是？至少我还有回应你。他瞧不起你。我知道啊。没有，我是跟江江讲说他瞧不起你。干，我知道啊。失去了什么？语言能力啊！你又想到什么？这很正常哎、欸。我以为是游戏。没有啊，那早就没了。我们一直分分合合。啊，原来有合，还行还行。好好可怕。什么时候出来吃面啊？哎呦！什么时候抓他？他可以抓嘞、欸！不好，好，我来捕获蛋奶的。哇哦！来，哎、欸，怎么？等他下来嘛。我没闪啊。好啊，不能闪。刚有人一直闪他，闪到他看看。靠！也才第三下闪到了，所以你不要牵拖、哦。来来来，我让你机会了。哎，真不行。好吧，还是没机会了。すいません。没有问他、哦，还在锤他。すいません。哎，他剩168滴哟、哦，你再锤啊！看到有人直接想说他要放陷阱，结果他是蓄力。我以为他蓄力从他的脚下一直狂挥。我看他拿锤子那边蓄力。我不容易平尿、啊，哎、欸，你看我这么，你看我抬这么多年，我也才最近常尿尿，好吗？我是因为喝水，我要消除我脸上的痘痘，要多喝水。哇，两张票哎、欸！我带着温斯顿的头过去不蓄力，怎么对得起他？
两个吃火龙天灵两张票，玉神签你真棒，一张票，问神，我还要再打三场，还没有两场啊。爬起来偷看我直播，哇，感谢你，赶快去睡觉，挂着听，去睡觉。好累哦，打这个，真的，好想要一次拿五张票，我也是哎、欸。队友还一直嘲讽我，我很伤心。失去的国王，失去的国王，你好难沟通哦。